you wave.大家好，我叫张俊豪，我今年3岁了，我来自山东淄博，这是我的宝贝，我要和我的宝贝一起表演节目。你一个人表演吗？我和我的宝贝一起跳，表演随便跳。<笑>随便跳舞啊？哦，那你能告诉我们？ 你拉的那个箱子里边是放的你跳舞需要的东西是吗？是。这你还能告诉我你是弟弟还是妹妹啊？弟弟。<笑>先给我个望远镜了，我看不清楚。<笑>好啊，那你是想现在就给我们表演你的随便跳舞吗？ 行，我这里有一个遥控器。哦，遥控器，遥控器啊！你这遥控器是遥控我们的还是遥控他们的？遥，评委，你需要帮助我按音乐吗？啊，我帮你按音乐是吗？是。啊，没问题，来来来，他需要我给他按下音乐，是这意思吗？慢点，接他，接他一下。不用下来了，不用下来，不用下来，你把遥控器拿来就行。 哎呦！哦，这让他自己，人家是男人啊，男人自己来。哎呦，了不得了不得了！哎，妹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别摔着，哦，别摔着，别摔着，别摔着，亲一下好吧？哦，天哪！哎呦，哎哎哎呦，亲亲亲亲这个奶奶一下，哎哎，我奶奶，啊，亲这个姐姐一下，亲这个哥哥一下，哦，这个哥哥一下，抱抱，多好玩啊！好玩啊！咱们直接去少林寺吧，没错了，好玩。来，把他送回舞台上去。 Everybody feel it.